上ごめんなさい。这集我们的麦克风出了一点小问题，大家音量不要调太大声哦。大家好，欢迎回到好口碑。今天我们来到台湾真奇妙。你不要偷那露天小剧场的 slogan 好不好？我们今天来到台湾 B 中之 B 的 B 景景点，对，彰化贝壳庙。看到这个墙，再看到上面就知道有点不太对劲。而且这边今天人超少的耶。之前我有来过，很厉害，你来过，一直很真诚。那你不要爆我雷哦。哦，这里面哦，我跟你讲，爆不完啊。那你干嘛有点害怕的样子？我想说你要卡了没？我就要换一个场。哇，都是贝壳哎！哇，很疗愈哎！哇，很神奇，好爽哦！哇塞，哇，好多红宝石哦，很夸张的地方，这好大的红宝石，这边真的是被隔出来的一个异世界啊！上面这些人是那个吗？罗汉吗？有十八个吗？哎，有哎，有十八个哎！哇，这是十八罗汉？对啊，这个他的手是怎样？牙齿一颗一颗都有做出来，对啊，可是太精细了。来这边训练啊，你就照了这些姿势，全部都打7749天。我觉得会员影片我们放元素版，超快。那个上面也都是一个一个小小的，是瓦片吗？等一下，那个人的肚子有植物长出来，那是仙人掌吗？对啊，哎、欸，好猛哦、喔，好奇怪哦、喔，他是不小心吃了仙人掌种子，吃西瓜种子要吐出来啊，他吃火龙果不吐籽啊，你各位吃火龙果的时候记得要吐籽，嗯，好大的贝壳哦，对称，哎、欸，我小时候看到一定好兴奋，我之前就有在地下街买过贝壳。就超级喜欢贝壳，为什么？小时候就觉得那听得到魔法、啊。那你真的有在贝壳里面听得到一些声音？就海声啊，真的有海的声音。对啊，还有听到路遥在唱歌，谢谢的微风。而且我发现你今天耳环也是两个贝壳、欸。对啊，特别选的。我想说你今天要来贝壳庙就带贝壳。那你身上还有几个贝壳？就这两个。哎、欸，这个是最漂亮的贝壳、欸，不能碰触的，不能随便打开、哦。2000万。2000万美金，哎，看个小天井，哎，好可爱！我们好像人间，然后我们往上抬头都是水，哎，真的哎，好可爱，超酷的。还有一个电线从上面下来，是雷公，不知道是正极雷神还是负极雷神，搞不好是中性线雷神，好可爱哦，真的好可爱哦。这是石头还是水泥？他说这个石头是特别岛，一个叫地瓜石。哈？可是我不知道什么是地瓜石。是像地瓜的石头哦。你不是最近很爱吃地瓜？超级爱。来吃吃看，像不像地瓜的味道？这看起来没有洗干净。哎、欸，它有那个阴阳符号。哎、欸，但是它没有那两点，它没有阴中有阳，阳中有阴。哎。哦，这边还差了人来这边调和。我们阴阴调和，你的贝壳要起作用。哎、欸，你确定我是贝壳？我搞不好是羊哦。哇，啊龙耶！这个龙看起来有点……上面那个石头好可爱哦，它有条纹哎，是不是很像？哎、欸，但很像以前那种天珠，那个是天珠，对，对你跟想一样，五眼天珠。哇，它的牙齿是挑，怎么可以吃贝壳？这么奇怪的贝壳、啊，哎、欸，好猛哦！而且它还有两个刚好是小牙的感觉，很像一个。这些都是一个人完成的还是一个团队啊？他就是一个人，他黄绮春，他国小12岁就辍学了。可是那年代好像蛮长。对，就务农，然后他后来有一个拿拐杖的老者托梦说要在这边摩阿波这边盖一个庙，然后就盖。你知道他花了几年盖这个庙吗？十几年了，21年。我都还没长大。你屁。这边是，这感觉又不是他自己做的。嗯，对。你看那个这个福禄寿有一只哎，是一只，他自己粘的哎，对啊，他的手断了之后自己在做，他的头也是啊，也补过面包糟嘞。这是奶油妹妹，那果酱爷爷在哪里？不知道，等一下来找找看。这个是做到一半吗？是。
字体还没有建模好。真的说黄绮春应该是不拘小节的人，应该是，他不是处女座的。八二法则，完成20%，80%看起来都像完整。啊？不是完成80%，然后完20%都像哦。这边还有两个小天兵天将，你有发现吗？而且他的手是不是还没有开，还没有？对，还只是架构，对，只是架构。八二法则，八二法则，超前老高，30年，欢迎光临。哇，好香哦！哎，他们香真的是特别不一样。哎，你看好大贝壳，哇，超大的哎！我以为他们的那个瓦杯是贝壳，这样永远醒不会。他以前好年轻哦！啊，这是那个黄绮春老板吗？对，黄绮春。哇，他好像就是这样盖，然后盖到他儿子接手他的养鱼事业之后，他就有更多时间在慢慢盖。哎，这椅子本来是白色的。啊，我以为它是木头椅耶。你敢抠吗？哎，真的是白色的。真的假的？对啊。它被烟熏成这样。对，好猛哦！然后这边就是我比较怕的地方。哦，这很恐怖哎！你真的是。很大胆，会吗？但我还是有会怕的东西啊，怕没钱，没钱呐、啊，高空弹跳啊，还有孤独致死，对，哎，真的很恐怖哎。你说没有老公的部分，就没有人陪在你旁边死掉，不就很恐怖吗？很悲伤。我会，我会。好，那你一定要跟我活到一样。哇哇，好可爱哦！这是一个半平面的小岛吗？那、啊、是玫瑰花哎。然后这些是用贝壳弄成的土，哇，好厉害哦！那这个是刚刚那个上面的平面三 D 画，这龙长得很可爱耶，对，眼睛很突出，像小怪兽。这个是什么？这是它射出来的加农炮吗？加农炮，加农炮，这个是什么？螃蟹吗？龙珠，龙珠。我以为是螃蟹，我想到螃蟹终于跟我们梦幻联动了。贝壳，好可爱哦！哎，好可爱，超可爱的，凤凰，这边三号龙，那三号龙也长一样，三号龙看起来很开心。哎，这什么贝壳好美哦，好薄哦，我好喜欢。哎，它是不是从风铃拆下来的？对，我知道，我知道它去哪里找贝壳，台北地下街。它这边应该是台北地下街的源头吧？哦，有可能。哇，这门好老哦，到了。这边是看起来像卖东西的地方，哎，太多贝壳，对啊，这个是那个缩小版，你看他连夜明珠有做出来，好可爱啊！你看这是他做完闲暇时候的作品，还是先用这个做？他是一个谨慎的人，感觉好像可以神游进去了。对啊，这原神功，你怎么跟我想的一样？他除了刚的地方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地方，就是重中之重养鱼的。哎、欸，好大只哦！我以为这我在白垩纪耶，好大只哦，超大的，好恐怖哦！要买吗？1包23吗？50买啊！好啊。哎、欸，鳄鱼池，它那个鳄不会写，有鳄鱼哎，有鳄鱼，我都没有看到鳄鱼哦，前面有鳄鱼，很恐怖，好漂亮哇，好橘，好漂亮，好多波妞。这边小鳄鱼很多，鳄鱼就在那里了啊！它们好像都一动也不动哎，岸边路派，哇，它会吃鱼饲料吗？我也不知道，哎、欸，会耶，那你喂在远一点的地方啊，好多乌龟哦，乌龟为什么可以跟鳄鱼一起？因为咬不动吧，很硬哎、欸。真的吗？不是咬合力很自然要、啊。有人会吃乌龟吗？乌龟有天敌吗？一口一个脆皮酥，我只知道甲鱼汤，弹跳甲鱼汤。你有看到下面还有一只大鳄鱼吗？啊，我现在才看到。我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出来。然后那边有两只鳄鱼。好大的象龟，哎、欸，超大嘞。超大，这起码应该跟你差不多大吧？我有那么小哦。感觉已经30-40岁了，哎，有那么大，他那个不是罗诺亚的壳，真的很恶心。我也觉得，好像沾到月经。对啊，这边3池是空的，嗯，好多都空的、哦。对啊，嗯，这一池是什么？水黾池，水黾。哎、欸，有两只水黾哎，
三只水米。你是说这么大一池都是为了养水米？对，两王一后。啊，这里你们应该可以用一个月了吧？哇，这边都是漂亮的哎！哇，好漂亮哦！以前至善园的颜色哎。啊，对，可是我疫情结束之后，我再去至善园，怎么感觉都不太好看？我在想，会不会是因为他们已经慢慢混种？然后不是那个日本养锦鲤都会特别圈起来，因为不能让他们互相乱配种，配一配就会配黑色斑组之类的。对啊，哦，你看他们都还好漂亮，那也是配一配，你也在斑组的路上，好不好哦？到时候大家就在六福村看到贝基的后代。今天真的是还有个重中之重，你有看我今天包包重重的？看不出来，你看，我买了给鳄鱼加餐，我们去问老板可不可以喂好，可是我不确定。你要来喂鳄鱼？对啊，来加餐的。哎呦，哦，好啊，可以，谢谢。不能下去啊！哦，我这里好想死。不敢，不敢，我们还想活命。这个小步道真的也很哈扣哎。对。那下去就鳄鱼池哎！哇，老板刚刚说我们小心不要进去，不想人家进去就把木头地板铺好吗？有吗？我看到他的头了。哎，那我真的要，你真的要喂？我拿了，好紧张哦。他真的会吃吗？我会不会污染水池？那你丢，我先丢到干的地方。阿姨，我打到，你打到他？哎，他为什么？为什么要停住？哎，它发出声音哎，为什么不动？不吃哦，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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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了有了，哇，好凶好凶好凶，哎，吃了好凶，哇靠，杨子好厉害哦，你还敢凑热闹，你要去干嘛？他看起来想要分一点零碎的东西耶，很贪心哎，很像我们在做零碎的业配，好啊 ，YouTube， 然后这是我们，要分我们一点吗？那你喂，你可以喂到另外一只吗？啊！哇，好凶啊！好凶啊！都是他哎！哎，他免到乌龟，好凶啊！我被排挤了。乌龟到底想要得到什么？一个王子，一个血刃，一个飞机。你现在重新干嘛？我没有碎屑可以捡啊！你觉得乌龟会不会吃？不会，我丢了、哦。你丢在这呢？好，前面一点。好，这里。嗯。哎呀，哎，它没有起来。哎，它过来了，它过来了。哎呀，很凶啊！它干嘛？哎，你看乌龟叼着鸡腿，我们抢到了，我们抢到大预算了。它丢走，我们抢到大预算，它不给人家，你看，它就它丢走。抢走，他拖到底下了。那给你喂最远的啊，好恶哦！你丢他，他这样就会爬过去抢。对不起，不会。你看他什么不吃？他什么不吃？吃了吃了吃了，快点快点，他又来了呢！快点，他很棒。我要去，我要去抢了，我们要抢到肉了！耶，捡到100块哦！耶！好吃好吃，这是什么荒谬的画面啊！对，我花了100块喂乌龟吃鸡。哈哈哈哈哈！哎呀，那老大头抢走了。哎，是他小弟，他丢给他。狗腿乌龟，好恐怖！我想吃到他嘴巴里的。好好玩哦！好好玩，应该要买两盒的。我在那边散尽家财。他可以许愿吗？就算丢到许愿池里。是，我们可以许4个愿望哎。我要许盆满钵满，好玩哦！天，超白痴的。我真的没想到乌龟会叼着鸡腿哎。好，我们来想看，这边要怎么叫计程车？好口碑，好口碑。哎、欸，有一只鸡耶！大家看得到吗？你学的好像哦，我刚以为真的有人在叫哎。这个不
不妙吧？这是什么？可是青蛙不会，会，而且你看母蛙比较大。我以为青蛙是把东西都在水里，然后让它们自己。那是它们有假交配啊，真交配的时候是在水里。我真的不知道你为什么对青蛙的。结果我们现在在干嘛？在算命。这是 VPN 的窗口跟我们讲。我也想来看个好口碑的命运。在脏话。而且还是乌龟来了之后是龟哥。